我是洪诗伟，也可以叫我 Sway， 目前担任互联网开发部的副经理。我是201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软件学院的，算下来来Yeastar足足有5年时间了。负责的工作内容跨度较大，从刚开始的嵌入式开发，到应用程序的开发，再到后面逐步接触 Cloud 的相关工作。在开发过程中，不断学习与补充 C、C++、Java、Node、Go 等相关技术及框架的知识。从单节点的设备到运用 Docker 技术构建的集中服务，以及基于 AWS 构建的 Serverless 无服务框架。Yeastar的产品都是由小伙伴一起创造出来的，从需求的收集、筛选到决策，软硬件的设计、评审到实现，测试的冒烟、功能验证到回归，运维的上线运营，技术支持对客户问题进行跟踪与排查，在这里都可以参与其中，感受产品从概念验证到实际落地的整个过程。在 Yeastar 是以项目为驱动单元的，不同部门的成员一起探讨学习，思维碰撞，共同完成项目，还可以参与各部门的分享会，吸收知识也输出内容，